不会受伤，就是不舒服。所以我现在要卸妆油了。然后这样子就需要戴个那个。不用戴，所以就是要闭上眼睛。那个头发把你扎一下。我跟你说不会痛，那我先卸一只眼睛，另外一只眼睛你赶的时候再用，可以吗？那一只眼睛用，一只眼睛的。好，好，不然用了。好了，开始了。抬头，因为抬头，好了，抬头，抬头了吗？那我先用左边眼睛还是右边眼睛？随便啦。那我拿镜子给，不行，你要关那眼，关掉。那你闭上啊。那我先用这只眼睛还是这只眼睛？你随便。然后这只比较厚啊，我要用这只哦。然后闭上了吗？这个不会痛哦，会痛吗？这个不会痛哎，会痛吗？那我这边也敷，不然很花时间。等一下你就没有时间看它痛。所以我就两只眼睛一起好了。那个腮红要不要卸？那不要。腮红不要卸？不要。要卸还是不要？不要啦。好，不要卸。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擦咯，好吗？